木星人被卡住，怎么可能这么容易被卡住？你们来，是我。哦，这个真的是，不是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认真好不好？认真，一二三，哎哎哎，我掉下去了。你没有扣住我。一，二。那哎哎，我要倒了，我要倒了。真的很重。挑战者二号，等一下，你这完全就没有力量。一二三。挑战者三号，麻烦你帮我写四个字，稳如泰山。我问你哦，如果这个人头发不好看，又不会穿衣服，长得又丑，怎么办？他可以当美甲设计师吗？当设计师？对啊。设计师头发发型不好看，然后长得又丑，然后还不会穿衣服，凭什么当设计师啊？可以转行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真的很值得，因为设计师美其名就是要把别人弄好看，可是你连自己把自己弄好看的能力都没有，你根本不可能会让别人会相客人会相信你，你有机会把它弄好看啊，不可能的事情啊！你要嘛就是美感很好，然后要嘛很会穿搭，要么你要把自己打理好，连自己都打理不好，你想要打理别人？你这样做什么？我想要让我的头发不要那么烫。他为什么要破音？加速啊！他在加。OK， 好好，那简单啊，我们就做绑上啊。头型矫正上，你有做头型矫正上吗？没有。哦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头发不是擦的问题，你这个是剪裁的问题。很多人以前都会害怕剪层次，就很怕是那种很高的那种层次啊，就不是，我们就是会剪那种比较好看的。好，好不好？剪到好看呢，无中生有术，所以帮你把这个空空的这个洞有没有，就把你补起来，然后让你的刘海变得比较顺 ，OK 吗？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的刘海是想要留长，然后做那种就是，想要还是往前？我想要可以往前又可以往后。你这样要求很多哎，什么叫可以往前可以往后？你就这样啊，往前，然后往后。我想要它可以中间有一点点，不要让额头看你太空，对不对？哎呦，真懂，我真会，好不好？开工。好看的发型重要，还是一个让你好看的发型重要？我是你的命定 CG 狗，我的专长是让你好看。请问哪一种发型可以有六块腹肌？啊，腹肌跟头发有关系吗？没有。我不剪全部的头发可以不要剪吗？我去吃面没有把面吃完可以不付钱吗？我去吃牛排可以把牛排吃掉，然后旁边的高丽菜不吃可以不付钱吗？把牛排旁边应该是花野菜。请问我叔叔素贞昌可以剪头发吗？叔叔是素贞昌哦，可以啊，他可以来剪头发，我可以帮他做头皮 SPA。一岁可以染头发吗？可以啊，只要你妈妈说可以，你就可以啊，反正你不怕我也不怕。要确定来。一岁不能染头发啦，不要闹事了，你妈妈同意我也不同意啦，乱讲。今天来了一位很特别的客人。来喽，这么帅。哥，这个刺青是什么啊？他这里长颗痘痘。啊，好帅哦。人家剃掉都是空空白白的，他剃掉是很帅的。而且你看，嘴头要出来了。我说我说我第一次看到哎、欸。啊，你刺的时候会不会头痛？皮肤痛。他算是动物吗？哦，他是神明哦。狮子跟谁结合啊？啊，这是不动明王。木星人被卡住，怎么可能这么容易被卡住？你们来，是我。哦，这个真的。